再来一杯。嘟嘟嘛，哎，不是粉嫩糊干嘛？今天我公司要请我吃大餐。你想多了吧？那要不然请谁呀、那天我姑丈他就要回福建了，然后我爸就叫上三两个好友一块聚一聚。咱们都是顺带的，知道吗？这个才是真正的顺带。还有我呢。这个小家伙睡到现在还没睡醒呢。脑子还没开机哟、开机。兔子英语怎么说？哎呦，开机了，抱上一箱酒。这里面有红有白的。好几天没见我们大黑了，你坐我位置干嘛？那我坐哪？我想把谁拖着。你要老自觉，然后就属于第三排。爸爸，你上来吧。好嘞，出发。明天去得跟姐夫好好喝一杯哦，庆祝人家生三胎啊。没问题，我拿白的把他干倒。不要吹牛了，不就白的吗？只不过是有温度的。那是白开水味味呀。那就拿一箱没温度的。你到了吗？我刚到这儿，我拿过来，我也看你到了。我今天等拿白的等着你呢啊。然后送我爸去机场了。真没事，我直接这一箱给他干趴下。这甜点好像周岁就在。我们周岁也是在这办的哈。我就说挺熟悉，就这边三个包间嘛。菜单好多啊。爹，你要吃什么？龙胆刺身啊。人家这是海胆刺身嘛，还龙胆，龙胆。看错了。叫老叔。来，你们这。这是什么蟹这么大？帝王蟹。这边全是海鲜区。螃蟹咱们装死一下呗，配合一下啊。对了，你咋不今朝有嘴今朝醉呀、跟那马桶干一杯呀、干杯那我没有了，我总不能在底下摇吗？哎呦，我奶奶吐了。